哎，美女怎么了？你怎么开车了呀？你不看路呢吗？哦，怎么了？你自己下来看。我一上午就晒了这么多辣椒，全被你压坏了。啊，没，不好意思，多少钱我赔你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算了，你走吧。哎，哎，美女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多少钱我赔你嘛。生气就不好看了，你看你长得天生丽质，冰清玉洁，貌美如花，亭亭玉立，怎么可以随便生气呢？你还挺会说话的嘛。那可不，我可是上过学的人呢。那你来这边干啥的呀？我在这边找人的。找人的？你找男人女人？我怎么可能有男的朋友嘛，肯定找女的。找女的？啊。他叫啥名字啊？哦，我只知道他网名叫时间煮雨，好像最近改成叫什么岁月无声了。岁月无声？哦，那我他网名啊。嗯，你们没见过面啊？没有，我对这村子不熟。那你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在这村子找了好几天了都没找到，今天我还没有吃饭呢。你还没吃饭？那要不我带你吃饭。我们家里现在正做饭着呢。哦，多少钱？去你家吃饭多少钱吗？你给5块钱吧。5块钱啊？嗯，好啊，可以啊，走。走。嗯。蒜干面好了。哇，5块钱这么多啊！这一碗是你的。哦，我给我吃小碗。我给你捞。这。来，这碗是你的。我、哦、这么一碗5块钱，这么少？这么少？啊、哦，还是白面？白面，你肯定要给你调好呀。哦。5块钱那个咱肯定要给你调好嘛。您吃蒜吧，蒜、葱。嗯，好。都要啊。这还放什么？辣椒面。辣椒。哦，放这么多辣子？嗯。辣子辣不辣？我们这辣椒香而不辣的。为什么要放两种啊？两种尝起来好吃啊。辣的好香啊。我要泼油噻。好，开始泼油了。嗯，我油泼面没吃过吧？没有嘛。你这一看就是外地来的嘛。对啊。你从哪儿来当的朋友？我从四川来的。南方来的呀。嗯，四川。你尝一下我们这儿的面。嗯，好。来，好吧，我给你拌开。你给我拌啊。哦，5块钱还这服务呢。这油泼面啊。油泼面咋样？这油泼面挺香的。嗯，哇，你这个辣椒辣不辣哦？我们四川的不是能吃辣吧？但是我们这辣椒香而不辣的。我尝一口。好了吧？好了。嗯，来，哥哥吃饭。5块钱的面可以吧？哦，好。嗯，你这我尝一下，你这做的油泼面好不好吃？你这吃，咦，这面可以劲道。嗯，油泼面好香啊，可以吧？怎么做这辣椒面好香，不辣？对，我们这辣椒香而不辣的。啊，怎么做的？我们这辣椒面10碾子碾的呀。10碾子碾的？嗯。哇，好好吃。好吃啊？嗯。好吃，多吃点。啊，什么是10碾子？你刚10碾子，什么是10碾子？你没见过？没有吗？那你试着，我带你看一下，走吧。走。正宗的陕西秦椒10年辣椒面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10年辣椒面低温碾制，保留秦椒的原香原味啊！你看三过去这辣子好不好？美的很，是不是啊？是秦椒辣子，大家注意看看，你看这个辣子好不好？咋样？可以啊，这10年辣面果然好香，这碾制辣椒面确实香。是吧？哎呦，辣椒面怎么卖的？怎么卖的？啊。你是这样，你点击下方小黄车吧。啊，咱现在有活动呢。啊，有活动呢。对，一斤到手，我给你看，这么大两袋。这么大两袋？对，这个是一袋半斤啊，250克。好，还给你送一袋这个白芝麻粒儿。给力啊！对，这么多咱20都不要的。好，点击下方小黄车。好，我现在就点。好。